主料，油鸡花菜500克，去皮五花肉100克，青红椒50克。辅料，麻辣香锅底料30克，盐少许，干辣椒适量，生抽15克，糖10克。锅里宽油烧热，放入花菜，炸一分钟捞出，留底油，煸炒五花肉变色，放入葱姜蒜干辣椒，再放入麻辣香锅辣椒酱，放入青红椒，最后放入花菜，加剩余调料翻炒即可。美美的32厘米九阳清湿锅具 https://click.com/easy4gww。 烹饪技巧，蔬菜过油后再炒会更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